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！我是主动降落高飞，何必有牧师。正欢喜再拜在空中，然后大家同下见面。今我今日要老大家讲一个题目：是离开数行的恶，离开数行的恶。耶稣合家诗歌，是我非常受欢喜的。 一个歌词写到：“救恩给西伯曲，一个名给福音九救恩给西伯克，上帝通享施恩人，提派耶稣穷天庭，恩赐飞过新福印，出世一生得讲明。有一个高飞

对，他，在礼拜，在念修嘅当中，感觉到有人为机祈祷，所以，他发觉基督徒应该互相交费，然后主耶稣嘅尊荣，升高自家嘅面子，所以，他鼓起佢嘅勇气，来向同工来服服。 伊讲，猜忌的时刻开始，佢再一摆经历上帝的恩赐，佢真心来悔改，来交托，佢嘅欢欢喜，无办法用文字来形容，周末时间，然后通工，全部推起窗下来，来庆贺欢喜快乐，来先来读一段圣洁。 本體界內，同离开所行嘅罪恶，用拿樹散裝，亦都实践。上主天一拜向用拿来讲話，佢讲，二千年年尾，加錯太神，向各位嘅人宣布，愛吩咐你讲嘅話，用那福从，上主嘅命令。 就起泥泥面，加起一撮青苔加上，是要上日嘅时间，张列得头，用那泥上行一日嘅路程，去宣布讲，再过四十五日，泥泥面上，出非收费咩？泥泥面上嘅人先双足嘅饭。 所以知道吉天爱见设成都所有嘅人，无论大细，全部作麻衫，表示悔改。年年灭亡，一谈到要受信，就离开部车脱下黄袍，作马衫，坐在火海当中，吉向年年万人发出痛歌。 也希望老记嘅太神公布嘅命令：人老头上牛羊全部不准食，也不准连人老头上全部爱作马步，得十一天，我白切向上帝祈祷，也爱离开坏行为，唔好做抛敌嘅事。 可能上帝为改变其个心意，无继续发现，爱道就唔爱灭亡。上帝看到其道所做的一切，看到其道离开坏行为，提出改变心意，冇将佢以前全部嘅灾难降本其道。上帝用哪？ 系上帝所呼召的上帝，佢本来唔听上帝的命令，唔愿意去年年弥撒嚟传福音，佢因为去传福音系艰难的工作，呢个工作唔系佢嘅志愿，所以佢逃走，去派啲素材，在途中佢遇到。 海南，经原本泰唔团日泰唔嘅都市，我想到三月以后，佢醒過來，佢改变，佢認錯，佢悔改，佢信服，佢希向年年未上来見過上帝嘅审判就會到嚟。可见上帝。 来扶朽、墬地，然後用那嚟飛過，嚟離開所行嘅惡。為到人年年面上全神做的得救，為到我全用復現，然後嘅創世嘅福上帝在等等用那墬地兩三年，上帝都等等一

上有南地要扶修弱难，唔过佢抵抗上帝。一拜系上帝，天一拜吩咐上帝弱难。嗯，看呢种情形，然后天一拜穷人，就系我哋讲上帝所吩咐嘅话，上帝再三来命令佢，讲欢喜来，喜宣告，欢喜来。 他想过，一摆呢用呢，伊个程度无再强，伊无再企切上帝，伊凭靠伊个信心来向前行，伊放下伊个看法，放下伊个知识，伊无再顾虑浅度嘅事，佢都上足一个做得本主来使用嘅神。 无论係用哪先帝，也係大家親屬嘅以歲啊先帝，二歲阿先帝後生嘅事，問上帝復收，佢點樣辦回應上帝呢？佢講：上帝阿兒講，我應講，我猜啲嘢，我来去请兒才聽爱。请兒才聽爱。所以上帝都復收。 亦嘅信仰站，對佢而离开所行嘅惡，就做得全福建。天二點，上帝嚟扶修強臂嘅人，因你哋為全神嘅人，相信上珠嘅話，所以佢就嘅天得神人愛来，来来见設。 所以成都所有的人，无论太细，嚟披上麻布表示悔改，佢哋诚心用那所讲的係出于上帝，佢哋就完全接受上帝的话，又表现出真的嘅悔改。佢哋嘅悔改通作有两种，第一就是宣高。 健身，第二就是皮双蚂蚁蚂蚁。那个健身呢，就是代表在上帝的面前谦卑认罪，来谋吃饭，然后本度事来敬我，来全心来请求上帝接纳己的认罪悔改。那皮麻布来蒙蒙坏，代表那个。 哀伤，那、这个飞盖，其高息所做，按度嘅唔错。所以咧，全善嘅人，也般上帝扶手离开所行嘅哦。第、啊、三嘅呢，上帝扶手在上位的，在呢一片所讲的，就系几个念念未忘，念念未忘。历史上，在几多高飞，有千多百嘅飞盖。

你里米上的君王，是千满个全省个人已经先飞过来爱上，那个君王慢慢张有其行，其个行踪，那个君王自家来爱上，谦卑，下了几个报酬，脱脱几个仇福，来啊，放、呃、下几个面流。 身心失己悔改，作上己嘅麻布、草钗、内坏嘅动作，来诚心自家得吹上帝，得罪了众人民百姓。所以呢个国王成做一个悔改嘅榜样。当佢真心悔改以后，佢将进一步来命令全神嘅人，爱来批。 嘛，忘怀、见识、啊、悔改，你下个王忘记刚命令，就系上座真正嘅命令，一千多个人才能力范围，也系有影响力，甚至系在上位嘅人，上帝愿意宽容先的用哪宽容你你你。 中百姓，老人民给君王几多拜呢？给愿意宽容爱道几多拜呢？爱色彩嗯嗯，嗯感唔还没走洲申请讲，叫三名人七十个七拜呢。上帝给多拜？愿意将其神圣的信息，老市民再拜数下来。 有几多拜呢？还是在讲出，我想可能有一天的前途吧。那系冇飞过，我有乜嘅印象呢？可能喺的心神，喺的上面的表现，系一出暗弱弱。嗯，做上帝所冇欢喜的邪恶的事，会继续害到几多人呢？ 個商機，等等，每啥來飛過？佢係喺點等 u n t i l 佢要改變人來適應人，就像佢在資源嘅工作，佢要 until 合作，佢將煤矿、變喺礦度，然之来來出来，佢將花裝喺野外。 不们耕田的人，要去种花，来去种木诶。其树下易水，不能做的，要去饮水，要去施田。上帝关怀，年年美，全上而得救。其住，富少先先养个人，养难，本许呃离开所有行的路，其他。 扶修全神嘅人来悔改，最后佢阿扶修差上帝嘅拳王，本佢悔改。所以呢个全神得救，就系上帝而家善意，亚当人就系听从上帝嘅话，来做上帝嘅工。本日凡系求过主耶稣生命嘅人，一听我悔改，并且。 当脚当脚就飞快，就就会三面巨头嘅吹拯救佢哋。有一个信徒先祖几十年，我佢当日嘅神法就系右手冇冇冇有收用，面就嚟到场场，做乜嘅呢？因为佢系冇乜嘅确定佢有得救，有救人嘅喜乐。 所以有人都反问佮讲：“诶、哎，亚兄弟啊，你先主按东年，你的主耶稣真正拯救你吗你将来都得去到天堂吗你想到鬼半夜，佢唔知让班回答啲个问题。你讲：实彩来讲，爱也唔是爱，都带有得救啊冇。想来想，色彩爱蛮唔低。

爱许个可怜的人年纪也唔大，而将爱跌落天堂地边呐，冇想到你每本做下事跌下希望，一种可怜个情况，多少在今日个教会，特别啊有到新主请党员，有几多啊个新主当党员还唔地出家。 有得救嘅信徒嘛，根本亦系机会。阿杨嘅信仰系真可怜嘅，先做又冇悔改，冇嚟解决罪根问题，系可怜嘅。根本一个主题老太下讲，杀杀，在在离开所行嘅罪恶，之后嘅天父上帝，凡人所有浪子回头，上帝。 天使所有的中人从天上去买，为大开松所来接纳愿意归改的人。结论来讲，因人,人的高飞，的复兴，没讲叛逆、轻道的事故，高飞的金牌赞美、讲头羊版的后堂，就差一列高飞第八个人。 每,三年每一善人，很美，本主来扶修，来真心悔改，离开所行的恶。有一只比喻的故事讲，有一只老虎，非常的凶恶，佢看到人就杀人，有人经过山下，佢就老佢死脱。有一拜，一老虎，老南安一个老虎讲。 黑心亚属基督徒，哎，沒就买设器；无心亚属嘅，哎，就设头。我了近日有一个基督徒对山下经过，抓只老虎，喊去将佢设头，身来设器，骨头也石头，只只存到一张在。一个老虎的同伴，底了廿天时，来。

批来批去，我批不出有一点基督徒的泥土，只有佢繼續在有信徒的養嘅，所以我連佢骨头也識踢，只存到佢要有基督徒泥土嘅在。的嗯、当然，你係一啲比 e 嘅故事，最希望冇发生在人嘅身上，而新做嘅人基督徒唔係讲。 嗯，呢再都讲系信耶稣，嗯，系可以结出一个好的果子，有好的行为，离开所行的恶，为主付出出来，来回过就会得救。嗯，嚟恩吹回归以后，系可以又唱耶稣基督，参加时讲所讲的恩吹回过啊，新福音。 儒家福音有更多，有个社人去到前两个去服神嘅人，哦，嗌去呢位来服神，所以才早早上嘅地方行来行去来迁休息嘅素材，仲系沉默，就讲嗌行去多赚人类嘅福度，佢多赚去，看到嘅福变多，强利强利又真理多。 前後世，佢都出世，但七个比佢行卡恶嘅蛇人都转来来通治天下日氣食，啊讓今日后来嘅情形比先前行卡差，比先前行卡差。我係讲到，因因吹灰貴行起无啦，喺呢接受耶稣嘅附近，就耶稣太恩。 生命中遭亡撞前，阿娘离开所行的恶，飞过耶稣福建，嗯就会成就做得转发，嗯嗯自家嗯嘅家庭，嗯高飞、下飞国家，亲和嘅人，嗯上通带头来祈祷，前去做雅稣，二步佢嘅根系讲。 假使爱前来，受受个罪名，强逼下来，向爱来祈祷，追求爱的恩惠，离开基督所行个坏事，爱就对天堂、天基督个祈祷，生命基督个吹，义慈基督个土地，立喺爱度，代价个盼望，求助神权，奉耶稣嘅生命祈祷，阿门。